这个是那个多功能读卡器，它这是那个 SIM 卡，所以今天要修一下。因为之前我有个旧相机，它是 SIM 卡的，所以今天要修一下。它那个线剪断了，要接回去。现在已经拆开了，这里有一根线，然后要把这个接回去。这个先接回去。这个线已经接好了，现在再插回去。现在已经插回去了，我们把盖子盖上。为了防止这个线呢，就是之间会短路，或者说相交，就把它打上了那个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叫泥胶，就是这个塑料泥胶。叫那个，你怎么了？这个叫那个怎么叫来着？这个叫热熔胶，对。等这个热熔胶凝固了之后，就可以上上盖子了。现在已经装好了盖子，咱们插到电脑上去试一下。现在已经插到电脑上去了，咱们开机试一下。现在开一下机。刚才电源没有插稳，今天再开一下机。OK， 亮了。好多了。我呀，给你煮两碗粉，这是暖暖的，这是你的。这是你做的呀？我姐啊是开粉店的，我小时候只要一感冒，我姐就给我做碗粉。这个柯达相机，就这种的，它用的就是 CF 卡。钱老师必须给，东西都是老师买的。然后再看，这个就是 CF 卡。钱不是白给的，记住了，每天都要洗脚。Compact Flash Card。洗两次澡，能答应老师的话。这是2002年11月份产的。周末可以带回去。Compact Flash 128兆。那臭袜子、内裤。咱们插到那个读卡器上面去，现在已经插到这里去了，这个 CF 卡读卡器，看一下电脑有没有反应，好像电脑没反应。看下磁盘管理，磁盘管理也没有，说明没有读成功，有点尴尬。